好，慢慢的往前通常，然后他如果有趴下就不奖励他。但是有一些狗可能腿太短，你看不到他有多趴，就是要仔细的。之后就只要就是拿着他会坐下来给他，然后就是要请那个饲主注意，是这个的练习啊，尽可能引导不要超过，每个都不要超过三次，要不然他以后要看到食物就会坐下来。好乖啊，一爸好乖，对了。